心最炙热的时候，最爱他的时候结婚。焦凡凡、娄俊硕交往至今5年多，两人一直不忌讳同框，关于结婚也是不吝啬回应。九日，焦凡凡在限动转发娄俊硕的贴文，透露男友提到的7年前在选秀节目的出道作。当年的他也正好在那节目打工，写到我跟同事还去直播间偷看，因为同事间讨论说今天好像有个帅哥上节目，但不知道是谁，完全没听过这个名字。这7年前一面之缘的相遇时，绝对从没想过会成为6年室友。随后还附上一张当年跑去偷看直播的自拍照，一头妹妹头长发，可爱的笑容，幽默写道：找照片找好久，原来照的不是照片，是已逝去的热血青春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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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